界带分工作，啊，在当时来讲算是一种创举。我们看到这里面好哇，好成功。骨骼木锤声，等那十二年敲下来，日夜的弦乐，一锤一大步。以往台湾百年的水稻育成的品种，超过300个。义犬相鸣，这是第一个有商业名称的品种，这是莫大的荣誉。想要参加这些武士，他的认证现在是斗龟狗的必然趋势，因为他标榜安全、卫生、健康，他是有一个很具指标的代表性。兰花在这10年来一个变化，整个产业能够走得这么样的一个发达，有三个部分是相当重要的，政府的政策、产业需求、学术研究单位开发的技术，都有达到一个很密切的一个关系。整个鱼池也是一个蛮重大的灾区，因此呢，我们就选择这个红茶作为我们一个农业复兴的产物出来。靠农业发展的，没有水就是没有可以生存的。主要是因为家族从事农业，再加上在我退伍的时候，政府推出了小地主大佃农政策，综合之下，我踏进这个产业。游客变多了以后，对当地的农民经济慢慢的会增加，生活方式也会越来越好。